嘅，今日係呢個2022年嘅2月10日。你睇下啲 prints 係冇瑕疵噶，係冇瑕疵噶。今天是在这个位于 Emily Car 的2楼。你转条吗？快点拿。你就是这个房啊？中介。中介这个。不是中介这个。任性不多今天。欢迎我。能夠可以一生人可以喺一年有一個大地方去施展自己嘅才華啊，同埋自己嘅作品係一件好好嘅事啊！係啊，係。喺啊 catch up 嘅同物，因為佢用黑白嘅。哇！你真係睇到啊！你依家咩嚟㗎？擺落去 ，ketchup 兜，呢啲係 ketchup。呢個係窗口隔離嗰粒鼻屎。如果你空手隔離，有冇幫你接觸到？咁影佢啦，佢。啊，唔係啊，我影我景影嘅本。你對誒佢嘅作品有咩感想？非常之嘅有意思啊，我覺得。有意思。咁咩點有意思？就係因為麥當勞咧，就非常之嘅生活化嘅。所以入嚟咧，佢親切咁，就麥當勞味添，更加另外有一個親切嘅感覺，好肚餓突然之間。嗯，好好。賣嘅攞嚟賣，攞嚟賣。Thank you。这个真的没辅导呢、這個我未仲未估到，錢 ，OK， 我請啦。咁你對你阿哥嘅作品嘅有咩睇法咧？咁 Andy 你對你個偉大嘅隻孩子有咩有咩鼓勵啊？勤力啲啊，努力啲。冇壞安慰，好啊。你對呢個 show 有咩感
相啊？我覺得好特別啦。扮嘢。唔係啊，真係幾，我覺得幾特別咯。麥當勞都可以影得咁，真係幾好嘅相咯。我覺得真係。多謝。我要多多向我真係普通，即係普通嘅飛機啊。咁我覺得我應該要好好咁樣向我嘅真係。Nice job。對 Tony 的作品有什麼意義？作品挺好的，因為我不懂欣賞，都挺好，是啊，可以整到我有些文學的氣質。蔣娜，這邊開頭應該翻到什麼 Tony？問下你對呢笪地方嘅，對阿Tony嘅作品有咩意義？我仲未睇啊，我睇埋俾你聽好唔好？好嘅，格仔呢度，仇視眼光喺呢度。我係嚟食嘢嘅，即係呢個吸引到我咧，咁我知道嘢食，咁我特登嚟嘅，食有吸引嘅咩？麥當勞嘛，買麥當勞，歡迎我。有些人已經寫了這個guest book 的畫到啦。講緊啲咩？你估阿黎想講啲咩啊？望幅畫，好古老咁。咁都估唔到咩？你出面啊嘛，哇！仲應該未睇過，有睇有睇。我仲未講緊係。What you see is what you get 呀，終於知道這個是什麼來的，不應該。我對於藝術這件事真的一無所知，講兩句話都是很主觀的。好東西正正正正